有关民众于车顶装载大型游泳圈之类的物品，恐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载运货物不稳妥的规定，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呼吁民众，可充气的用品通常体积大、重量轻，载运不易，易酿危险，建议到达目的地后再行充气，以确保用路人之安全。